我们现在来到藏宝庄园，它是在一个非常的山上，一路开上来，我们开的胆战心惊的。你好，请问定位大名？今天帮您开门，麻烦上来帮我把门带上哦。好，谢谢。你在带路啊，怕的。这里就是藏宝庄园，其实它不大，小小的，然后整个都是玻璃的建筑方式。哇，这个风景实在是太夸张了，太厉害了！这里是洗手间。啊，这是屋顶。哇，这就是天空之镜。那这边有写是装置艺术创作，天空之镜。注意裙底风光，敢来都没有在怕的，真的很漂亮。你看这天空之镜，现在这个颜色很漂亮。哪种？就爬上去啊。不会破掉吗？所以他说只能一个人呢、啊。那边应该就是他们的烤肉区了，这边就是他们的露营区，住在这个星空帐上面，那边也有一个帐篷。上面是我们刚刚上去的天空之镜，其实从下面看真的可以看到蛮清楚的，所以穿裙子真的要特别小心。不行抱，爸爸吃东西不要抱。这是牛肉的宠物餐。这一杯是细烧加上绿茶拿铁，我点的是微冰微糖，它的珍珠是比较偏软，但是我觉得口味还蛮特别的，就是我可以接受而且我还蛮喜欢的珍珠的一个口感，然后它的茶味也还蛮浓的，还好它不是在我家附近，要不然我会常常去买。这一杯是荣韵奶茶加上奶酪，我本来有点珍珠，但是点来点去好像就漏了珍珠，反正就这一杯。那我是点微糖的，摇完以后就变这样子了，茶味很浓，奶酪也非常的好吃，还蛮推荐的。但这样子小小一杯85，有点贵。都是在团购买的，然后都是买真空包装，然后回去退冰再煮熟。那既然这次来到台中，就要试试看现烤出来的味道是不是一样这么的好吃。
它这个是称重的。